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蒸汽。那今天我们又要再来打一次地狱鸟，但这次是八人房。上一次我们前面的影片是单人，然后刷地狱鸟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有观众哦，观众说他想看八人，哦，八人的智齿无限电法抓地狱鸟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来刷，那我们就先来用。哦，就是用谜团、马拉、乔丹，好，我们就先把它喊站着。我们先把该用的哦，把它用一用。虽然等一下还是你打一打的时候还是会要喊，但就不用再，不用就不用换装了，就不换装了。OK， 我们这边准备。其实8的难度会有差。会比较硬，牛会比较硬，但连锁闪电打起来牛会比较硬。那如果用闪电打起来的话，其实也是差不多两下怪就死了，也不会说到非常难打。刚掉什么？我拉了。可能有朋友看到，可能有观众朋友哦，看到我的法力有变少。好，前面的是差不多1200还1300，对，我现在在试说法力多少其实就够了。我现在在测试，因为如果法力点太多，那你这个时候你蓝够用的情况下，然后你又没有碰到一些怪的话，就有点浪费。我觉得有点浪费，像我投资到力量上，因为我可以拿精神盾了，对，好，我可以怎么讲？我可以有多二技能的补血，对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直接继续开打，干你娘！进来就他妈的，那个遇到那个牛王哦，应该是有直接连锁闪电打过的，好，连锁闪电打过。但我觉得都还 OK， 那这是闪电，这是闪电，闪电大概是这样子。其实闪电来讲一定会痛，一定会蛮痛，因为毕竟它单打。闪电一定会痛，别人说闪电会比较不痛，是因为它把伤害分担了，让你不用这么的辛苦去点的每一次段，这就是代价。那我是已经加藤鹰了哦，我手指已经有点像快接近加藤鹰了，所以我没有擦，所以我没有擦。OK， 像这个就不想打，就略过他。这个水，蛮硬的。八人的话打起来会硬，连锁闪电会蛮硬的。但是闪电其实基本上就是跟单人差不多。反正智齿有智齿的好处，不用等小兵跑在你旁边。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遇到状况，就是说你在打怪的时候，小兵在打别的怪，那你可能已经在打另外一只怪，但是小兵没有来，然后那一只又是电无效的情况下，你要等小兵来，就变说你要再传送把它拉过来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，但我觉得有时候啦，就是那么的强，就是。你可能懒得飞，对，就是懒得飞，所以智齿就是这样子。那坏处就是，防御低，那死亡几率会相对的提高，百分比会提高啦。那如果你技术真的很好的话，都没在死，那真的他妈的厉害，好，那是真的厉害。无形的吗？有形的。
像我就是操作倒没有到很厉害，我操作没有很厉害，所以我自己不偏向拿技师，对，我比较喜欢拿盾。拿盾的，一来你可以带球弹那些的，电伤会蛮高的，电伤会多高一点，但是换来的就是，要等小兵，对，要等小兵，就这样子。其他的话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我觉得都还各自有各自的好处，都还不错啊。所以最后还是要看，就是玩家自己喜欢哪一个，喜欢哪一个味道。你喜欢自己拿，还是老兵帮你拿，都 OK。好，感觉蓝不够用。好，我一直放的情况下，感觉蓝不够用。所以说，蓝差不多要在1300左右。哎，也不对哦，我是包没了。那如果包够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够的耶，快1000其实就够其实快1000就够了，可以啦。OK，能力大概是我有点力量156吧，那体力大概是这样，精力大概落在200啊。哦，如果你是我这一套装备的话，哦，精力大概落在200左右。那法力大概就是波完是900多，哦，其实就够用。精力不要太高，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当你遇到燃烧法力的怪的时候。你要取一个，就是你放技能的那个平衡点。当你精力过高的话，你遇到燃烧法力的怪，你反而是让自己死，更容易死，因为他把你的蓝全部吃光了。你就算有10000的蓝，他那个燃烧法力一敲下去，你10000的蓝都没了。那你血这个时候只有假设你只有2000而已，他有更大的几率把你 KO 掉。那如果你的法力越少，那你碰你又有那个能量，那个什么能量护盾的时候。他只扣到你900，那剩下的红，你的红会变多嘛？那你生存几率低，会比较大，哦，会比较大。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们弄能量护盾是利用我们的蓝，当做我们的第一道防线。那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破了嘛？就是我们的那个能量护盾帮我们用蓝挡掉了，那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自己的红，那我们自己的红如果太少的话，那相对我们也活不了，等于有点多此一举的意思啦。反正蓝都没了，迟早要死了，等于有点像是多此一举的意思啦。所以蓝也要控制在一个平衡点上面。好，我前面那一部影片有讲，你要抓一个平衡点，所以其实。我们这都是参考啊，你自己要照你自己的习惯去配，但不要太少，一定要点精力，智齿的话一定要点精力，不能太少，因为太少你要一直喝蓝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于你佣兵的眼光回来是不够的。好，实际的再怎么回的话，你一直使用技能的频率越高，你回来的速度也是回不来的。然后你如果是一直按星星的玩家，那又更回不来。所以你们要自己去取一个中间哦，中间值。那我自己目前测下来了，我觉得200法力落在900上下哦，血也不低，上一步血比较低。那我觉得这样子 OK 哦，伤害35K。我那时候我的板子有一片是极黑的，我把它换成电板了，所以我35伤害来到35，原本是少一片大概33嘛。对，差2000哦。那装备大概就是没有变啦，哦，装备是没变的。那你们看，其实整场打下来，连说闪电比较没力哦。闪电的话都是很轻松，
连锁闪电比较美丽。哦，那就是那这一场大概就是电法，哦，技能也没有变，哦，技能也没有变。那这场一样就是地狱鸟，OK，哦，制磁电法地狱鸟八人，哦，难度是八人的，不难啊，哦，打起来其实是不难，我觉得 OK，哦，我觉得还 OK，不会说打超久这样子，哦，不会说打超久这样子，我们打冰冻高原，冰冻高地啊。一样，轻轻松松啊！好，连锁闪电，好，放连锁闪电，还是轻轻松松了。你看到吗？我刚刚被那个打了那个蓝，就是我的蓝瞬间见底，这个时候我就有1800的血量去跟人家扣，我就有1800的扣打，1800的血量扣打去跟怪兽拼，好，去跟怪去跟他们打的意思。不会说，我刚刚假设，如果我的蓝是1600、1300好了啦，那我被打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喷1300。那我的血量假设那时候只有1000，好像1500的时候吧，那就是会少300的血量。OK 啊，那如果一样老样子啊，如果有什么讲错地方还是不懂的地方，你们就直接留言给我。好，那我也会看。那有时候我没有回到的话，好就。都不好意思啦，对啊，就晚上的时候记得来看直播，一样，还没订阅的帮我订阅一下，好，OK。那晚上的直播时间8点到12点，有时候会早关啦，啊，有时候晚关，看情况，OK。那这一部影片今天就到这里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